主料：虾皮100克，大米100克，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准备好大米，洗净，用清水泡一下。虾皮洗净，倒入包内，加适量清水，开火开始包。开锅后，用勺子顺时针方向搅拌，至粘稠，放盐调味，放凉。OK， 烹饪技巧：开锅后用勺子搅拌，一方面可以防止粘锅，一方面煮出来更粘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